大家先不用着急，我们这游船呢会在乐山大佛面前停下来，留时间给大家拍照留意。我们游船前面呢有专业的摄影部为大家提供照相服务，拍出来的照片呢就像我手里的这样七寸的大照片全压模的，一张20块，需要拍的朋友可以到这边来排队拍。下取代，因为乐山大佛这个地方呢是三江交汇处，时间非常的奇妙，因此我们停船的时间是有限的。你们坐这个游船呢主要就是为了看乐山大佛和隐形摄佛这两个景点，而这两个景点呢只有在游船上面才能拍到它的全景全貌的。好了，你们后面的朋友抓紧了哈，船尾的朋友抓紧时间往前面走，需要拍保险照片的朋友就到这边来排队了哈，把救生衣解下来做好准备，一张20哈，一张20下船就去。明明在这儿，在这儿了啊、哦、来来来，要拍照要注意了，赶快了啊，来来来，赶快啊，赶快了，你们后面的朋友抓紧哈、啊、哎，要拍保险照片的朋友就到这边来排队了哈、啊、哎，20块一张哈、啊、20块一张下船就去。哎，可以几个好朋友一起拍，一家人拍全家福都可以的哈。要拍的朋友呢就不要犹豫，因为我们这个游船不走回头路的，大家要抓紧机会哈。救生衣停下来吗？救生衣停下来，来来来，赶快啊，赶快了，你们后面的朋友抓紧啊。来，不是不是啊，来扶手啊，步步高升啊。下一位，来，小朋友，再过来了，来来来，赶快啊，赶快了，你们后面的朋友抓紧啊。